请林少爷品尝我的刷锅水。哎，这么难喝的茶，你也好意思让人家品啊？谁？你说配谁？用你管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都给我听好了，安初夏就是我的女人啊，那些传言都是真的。礼物不用太贵，有心就好。韩少爷，寿衣，他送我一件寿衣。安初夏，这么多，选哪个？这个好用，这个。哦，这个是吧？哦，谢谢。光天化日，不知羞耻。你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吗？吓我一跳。做贼心虚。做贼？偷你家烧饼了？你在书店调情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学习方式？我爱你。韩语。韩语，你还有时间想这个？你媳妇都快被人抢跑了，还不快追啊？哟，我们初夏在斯蒂兰人缘很好嘛。你这么高贵，怎么关心起我来了？不累吗？哎，齐露，你今天怎么有这个闲情雅致来逛街啊？闲来无聊，逛逛。